桃园中坜有一间公益二手店木匠的家，成立20多年，回收二手物品还有家具翻新来贩售，也提供不少弱势族群工作机会。但最近接到房东通知不续租了，要收回仓库，9月前要将二手捐物全部清空。协会也向外界求助，急寻约300平的仓库。整理货架商品、修理电器，位在中坜区中北路上公益二手店木匠的家成立20多年，专营二手物品家具回收翻新贩售。除了推广惜物爱物观念，也提供弱势族群工作机会。我在这边木匠的家已经快3年了。怎么会来这边工作？我是一位残障人士，然后我退休以后就到处去找工作，都找不到工作，大概4到10年吧。其实也有离开过，大概差不多快3年，然后后来之后呢，又再回来。比方说特殊身份吧，有的是要一般人士吧。木匠的家有20几位身心障碍、情绪障碍、特殊境遇、中高龄等弱势族群员工，除了在店面贩售二手商品，也有的在仓库负责整理捐物、修缮改造家具。但近来木匠的家突然接获仓库房东通知要收回房子，要求9月前将二手捐物全部清空，急寻约300平仓库。家具本身就是很大件啊，然后占空间。这个仓库不仅可以放家具，还可以做维修，啊，还有分解分类，啊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使用。长期以来，木匠的家为环保循环再利用尽心力，除了整理贩售，也进行再造再设计，把旧物转化成更有价值、更实用的新品。即使在疫情期间，也是咬牙苦撑，不愿裁员。只是这次不但仓库要被收回，店面也被告知要涨房租。他们期盼政府机关协助提供空间，让他们用公益价承租，解决困境。记者詹淑云，桃园报道。